咁今日盈利畫廊咧就有個感知嘅開幕，我哋今日咧就好榮幸請到咧鄧館長嚟咧，我哋同我哋咧就主持講座嘉賓。咁我哋想請問下鄧館長咧，你覺得我哋今次嘅展覽俾你嘅印象係點樣？我諗今次嘅展覽都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嘅，就跨文化認識咗都幾耐下噶啦。咁啊，原來先就第一次相見，咁就兩位畫家其實都係喺一個現代水墨嗰個層面咧，分別作出唔同嘅探索啦。當然，大家用嘅物料或者嘅風格係好唔同嘅。咁比方話，葉老師有好多多時候用卡紙啊，用其他嘅紙張啊，或者用墨水啊，西洋嘅墨水啊，或者用翻中國嘅水墨啊，甚至喺上面加上一啲其他嘅物料，好似橡膠漿啊，令到嗰啲畫嗰個入邊嗰啲意象咧係一個立體性同埋一個流動性嘅感覺。都可以話喺唔同嘅光線之下咧，可以變化出唔同嘅圖像出嚟嘅。咁呢個一個好特別嘅手法啦。咁當然就物料嚟講，紙張都係一個載體嚟嘅啫。無論用卡紙、或者硬紙，或者用中國嘅紙、不同紙咁樣，都係一個載體。咁載體上邊究竟有啲乜嘢咧？依個先係最重要嘅。咁我哋講而家現代水墨嚟講，就當然係而家個潮流啦，咁相對啲中國嘅傳統嘅水墨畫嚟講，就即係好唔同咗。咁以前好着重即係一種傳統性嘅表達啦，咁但係現代水墨咧就好多時候咧都係非常之着重技巧性嘅探索嘅。咁就話康文成啦，跟阿柏林老師啦，現代水墨畫之父啦，咁就亦都受佢嘅影響，喺技巧上邊咧作出好多嘅變化。咁葉老師咧亦都用咗。佢未必係對於傳統嗰個係會轉變得咁緊，但係咧佢用自己嗰個想像同埋個方式，就係表達一種嘅現代水墨嘅精神，一定係三水，一定係包圍兩塊都睇嘅。咁就其實都係一個好新嘅嘗試咯。多謝鄧館長俾我哋意見。咁其實咧，我哋今次圓畫廊咧做嘅主題咧就係當代水墨新概念。咁呢個新概念咧，其實我哋集合咗咧，就好似阿 Greta 康雁平咁樣啦，佢就用咗傳統嘅水墨嘅表達方式 ，back to basic。咁咧就係用宣紙啦，好似阿鄧館長話齋，雖然咧佢都係託上去咧，都係撞住嗰件事，但係最緊要就係佢自己個人嘅內容啦，同埋佢想表達嘅概念係乜嘢啦。咁啊Dr. Yim 啦，咁佢咧就係用咗唔同嘅紙材，就去嘗試用咗唔同嘅墨。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他對藝術或者是甚至是對生命那種熱愛的所以呢我們今次那個新水墨的新概念呢是很希望帶給大家煥然一新的感覺鄧館長我想問下你呢現在現代水墨那個新概念呢其實我們今次都特別加了一些technology 嘅嘢啦，咁啊顯示咗一幅好平面嘅畫，令到佢有 3D 嘅感覺，令到佢有立體嘅感覺，甚至康雁平畫嘅漩渦，咁佢都我哋可以用一個科技咧嘅表達咧去表達到出嚟，咁亦都幫到咧呢個觀眾咧可以帶佢入去成幅畫個景象，提升咗佢哋嘅想像能力嘅。你覺得而家對現代科技或者新注入嘅一種 AI 啊、AR 啊嗰種嘅科技咧，對將來嗰個當代水墨嘅發展咧係有如何影響？我諗我答你個問題之前咧，提到新概念呢個字啦，咁我就反而咧，我會用另外一個字去睇翻呢個現代嘅水墨，就一個意字嘅三個意字。第一就係意念，因為任何嘅畫入邊，你畫乜嘢，或者你想嘅乜嘢，或者表達嘅乜嘢，首先就係一定係意念，你係立意先嘅。咁第二咧就係意象，意象咧就將你嘅意念咧化成一個象，象就係入邊嘅物體、入邊嘅題材、入邊嘅表現形式。咁然後到第三步咧，即係看山如山，看水如水啦。最後咧就係意趣，意趣就唔係單純係一個表面性嘅。而係俾嗰幅畫入邊，透過你對於呢個意象嘅演繹，發揮你嘅意念，而得到一種趣味出嚟。呢種趣味咧係引起到觀眾嘅感悟嘅，咁就係一個意趣啦。咁就即係新概念嚟講咧，我諗都可以喺呢度有唔同嘅表達啦。譬如話葉老師嘅作品，佢有時用筆墨畫一個圓圈，好抽象嘅，好有
禪味嘅，我哋諗到禪畫，或者日本嘅啊，唔係中國嘅太極架咁樣，即係天地間宇宙間嗰種光氣，所謂嘅動力嘅氣，係最最重要。咁另外一啲咧就係去認，認同咗唔同嘅其他嘅物料啦，譬如話一啲好似認同墨水嘅顏色啦，令到成幅畫咧充滿咗一種光彩性，各種各嘅動感啊咁樣。呢個都係個趣嚟嘅，但係呢種意味著咧，就同中國傳統嗰種嘅文化嗰種意象咧唔同嘅。咁方亞明就講咧，譬如話，佢係純粹嘅水墨嘅基本啦，但係咧，我哋即係亦都喺咁多年來嘅探索之後咧，就都有所唔同嘅轉變啦。譬如話咁嘅先啦，譬如我哋叫佢積塊係多咗嘅，將嗰個空間嗰個層次深遠唔同嘅遠近個表現咧，佢係將個幅畫拉長。或者係一啲局部性咧，係將佢擴大，或者係將佢再組合，然後加上唔同嘅黃色啊，甚至好似話你自己一個筆觸咁話係一個過客喺呢個三個人邊喺個世界上嘅過客嘅一個經過呢個歷程，咁呢個就係主要嘅意象嗰個表達，因為本身先定係兩個問題，即係話而家你研究好多新科技嘅喺水墨傳統，我諗最本質嚟講，水墨傳統氣候咧係一。因為如果你冇咗嗰個傳統嘅背景咧，水墨畫依樣嘢亦都唔係水墨畫嚟嘅。咁但係當然，隨住時代唔同嘅變化咧，即係任何嘅嘢都可以引入個唔同嘅題材啦，就話同老師嘅研究啦，佢就分嘅線畫啦，將呢個圖式嘅語言加入去啦，咁呢啲係一個語言性嘅表達啦。科技當然可以啦，因為而家我哋好多時候都用一啲數碼嘅科技去。表達呢個水墨嘅變化，將佢變成一種物啊，或者係用一種裝置嘅形式去表達。咁呢個咧，其實對於現代觀眾嚟講咧，一種局促感嘅，即係佢哋會容易明白。你如果叫我睇一張石圖嘅話，可能睇極都唔明，係睇得完全嘅，單純睇極都唔明嘅。咁但係如果有呢個因素喺嗰度，一個科技性喺嗰度咧，一個數碼性嘅觀念性嘅表達咧。咁係容易接受到，俾觀眾接受到。但係同時咧，呢樣嘢咧又有一種危機，因為你太過過分一種科技性或者技巧性嘅表現咧，你就唔記得個水墨嘅本質咧，嗰個 essence 就 lost 咗。冇錯。咁呢樣咧就係反而咧係會產生一種咁樣係，即係將一個水墨嘅元素嗰個最原始嘅。精髓咧係會消滅咗嘅，咁呢個咧喺呢度點樣去拿捏咧，點樣平衡咧，即係我諗係當個對話大家要關注嘅一個問題嚟嘅。係啊，冇錯。咁啊，阿彤你覺得點咧？係啊，我好認同啊，大家我點解成日都即係好堅持用翻水墨，用翻先字？我諗都係有啲原因，我係想將中國嘅即係傳統嘅嗰個文化係。一路 keep 住落嚟，咁但係咧，你又唔可以用翻即係好傳統嘅即係嘅手法出嚟啦，因為我而家係當代人，所以而家嘅人我哋用而家嘅眼光去睇，同埋我哋嘅感覺都一定係唔同，咁所以我會認同翻你嘅感受講。係啊，咁我講翻英文啊，你咧就擅長咧用咗唔同嘅紙材。又試咗好多種嘅 ink， 所謂嘅墨水、去表現你嘅藝術啦。咁其實因為你係醫生底啦，咁所以你係咪好中意去做一啲 experimental 嘅實驗性嘅一個創作咧？首先多謝阿鄧館長嘅讚賞先，因為我比入門比較淺，即係比起阿顏慶啊、Brenda 咧，就真係淺好多。都後生，年資高，雖然後生。咁我覺得咧，就因為我就對水墨畫嘅即係專業訓練或者學習咧就比較少。我嗰陣時為健康去做嗰個即係學過。咁但係我自己嘅感受咧，就覺得即係藝術咧，就其實冇分中西，即係可以融合。我覺得顏色本身已經係好 powerful 嘅，其實阿 Brenda 都係 through 你介紹啦，唔係認識咗好多，但係我哋對顏色嗰個感覺咧都係比較強烈，所以我哋用咗啲色咧都係比較好
很相似，是啊，所以我覺得即其實 we like to talk in the same frequency。 我覺得 color 就好像一個 language 吧，是不過不是用一個 non-verbal 的方法去表達，咁我完全同意阿鄧總長頭先講嘅嘢，我亦都即係再深入啲理解中啲水墨畫。係啊，冇錯。咁好似咧，似乎咧，你畫作咧，用咗唔同嘅 ink color 去代替咗我哋用中國嘅墨。當然你都有啲畫作係用傳統嘅墨嘅。你自己覺得咧，嗰、那個墨嗰、那個嗰、那個表達同埋你而家用新嘅 ink 表達有冇咩分別咧？你自己覺得？其實即係譬如 Monet 咁樣 ，Monet 唔用黑色嘅，佢係用紫色嚟代替黑色。即係佢因為咪即係紫色個顏色咧，係容易喺佢細放嘅嗰啲開個 canvas 係容易襯啲，因為如果黑色太多咧，就會即係啲冇咁好睇。咁呢啲係個人嘅選擇啦，但係其實我。即係我呢本身就係中意用唔同嘅時間嘅方式畫一個同一個 subject， 我就想用一啲新嘅 media 咧，喺一幅畫裏面用唔同嘅角度去呈現唔同嘅顏色同埋個構圖嘅，其實都係個中心思想咧，我 bring 嘅都係一樣，即係覺得人生咧有陣時有個 issue 咧可以係幾方便，即係喺唔同嘅角度去睇咧個答案。冇錯，所以你有啲畫作係要從唔同嘅角度，就會睇到啲顏色嘅演變咯，就同我哋傳統嘅水墨有少少唔同嘅嗰個感覺嘅。當然係會同傳統嗰個表現嘅顏色方面係有所分別啦，因為係傳統一個文字同埋一個技巧性嘅表現方式嘅處理，所以你問嘅嚴重嘅水墨粉底嚟講啊，三年啊嗰種嘅效果或者話變化，當然係一個剛才都看到田老師的畫室裡面有幾張黃希的畫，都是在黃雪這些方畫畫時，咁就會再用一個水墨去表現。咁我就不如跟其實都幾得意，即係一個格式上嘅技藝嚟嘅。咁比如黃雪呢，大家都知道佢當然係好重要嘅印象派畫家啦，不過佢嘅印象。你同埋其他嘅印象派畫家，其實係好大程度上面係受你繪畫影響嘅。咁調轉翻嚟，點解我哋可以用水墨嚟顯示翻西方元素嘅預景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值得研究水墨畫家去探視嘅一個問題。非常好喎，咁大家仲有啲咩問題可以想同阿鄧館長研究下？有冇啲咩問題？我想多謝鄧館長，向我們致教。多謝。